酵素，是睡得更安稳的茶氨酸，是汉本首选的酸藻类，有美国专利的谷胱甘肽，里面有高活性的花青素，还有综合酵素，体内就那种环保小尖兵，会帮你把这些废物都清出去。对，原地睡出美梦。因为说豆浆或红糖，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试过，因为我是重度失眠者。就是我睡觉时间都跟大家很不一样，然后我之前就有听人家说过，你可能喝一些热牛奶可以帮助睡眠，确实，可是呢，我就是喝了热牛奶之后，我觉得很容易爬起来拉肚子，对啊，你的胃肠不耐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哈，然后反而睡得更不好，然后因为我的睡眠时间真的太奇怪了，因为像小优常跟我说，我都回答一些很奇怪的时间回答讯息，我下午5点打给他说我在睡觉啊，他的睡眠时间好怪哦，都跟大家不一样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开车，是在社区当警卫是不是？大夜班，大夜班开车啦，开车啦，指挥交通，开太久了，开雾。不对，原地睡出美人光，说太厉害了吧？原地，我们要真的，你说而不算啊！你今天有带来？对，我今天有带，我等一下来跟你们大家介绍一下。哇，太好了！哦，很厉害吧？这名字听起来厉害，对对，真的对，所以你就越睡就越美丽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大家跟我一起喊这个口号：睡前多这步，原地睡出美人光。睡前多这步，原地睡出美人光。你要慢慢喝哦，真的慢慢喝，慢一点喝，慢一点。但真的好喝耶，好顺口。对啊，而且大家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我桌上又多了一只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可爱。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就很难入睡的，然后像我们说我们出国或干嘛的，你就想说哈好难睡，所以我都一定要带着这只熊出国。真的，这样对要抱着安全感，安全感就会睡得比较好。安全毛毯。对啊，可是其实它就会很占我的行李箱空间啊。可是你们带了这个之后，你看它的体积差多少？就算出国一个礼拜，你看它也才这样子而已。对。就在身上，而且就喝了它之后呢，就你那个愣床那种很紧张的那种气氛都会被安抚掉，那个心情就会不见。哦，很棒。而且因为它里面就是还有帮助入睡的成分，然后你睡得很安稳，又一边睡，然后一边变漂亮这样。哎呦，对对，好，对，这就好，没错。所以大家跟我一起喊这个口号：睡前都这步，原地睡出美人光。